来限量版奥特曼卡牌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哦，老板，你这卡牌贵不贵啊？嗯，不贵，你们是学生，肯定不能卖太贵啊，你们随便选啊。这两个傻学生，我拆一包赚一包。老板，我们选了五张，一共多少钱？我瞅瞅啊。就一共算你们120吧。啥？120？啥？老板，你这讹人不带这么光明正大的啊？你这学生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哪里讹你了啊？你给我拆了7个袋子，我原本要算你140的，我还给你优惠了20呢。赶紧的，给钱，我马上要收摊了都。哎呀，咋办呀，周周？没钱呀。老板，你说你卖了这么长时间的奥特曼卡牌了，那你有没有见过真正的奥特曼呀？啊，胡说啥呢？那玩意儿谁见过呀？谁都不可能见过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们就见过呢。哦，我们呀，不仅见过，还可以随时召唤来。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能召唤来，我这个摊儿我整个都送给你。喂，刘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老板，你可看好了。嗯。我的媳妇，你好，老板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哦，还真是活的呀！我摆这么多年摊了，这活的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别乱摸！你说的，这小摊可归我们啦！哇，可以可以，来给我合张影。快来拍照！哎，好了，你看，哇塞！这你别笑。我摊呢？啊！你们原来是一伙的，我竟然被小学生给套路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